今天是第20届的这个老人赛车运动比赛，好不好？大家慢慢开啊，各位的安全要摆在第一个。哎呀，洗吧，完了完了，阿伯的车出事了，阿伯出事，阿伯。这次我们直接超进入，好不好？直接超进入。哦，好欸，可以可以，一个甩尾卡位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牛逼啊！直接填海，这场非常非常激烈哦。有没有？哇，真的是藤原拓海的技术跟水准啊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啊！哎，看你妈的，干你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。今天我们要来玩的这款游戏，看到画面上这台车，不用多说了吧？我们来飙车的好不好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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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这台车的形状也太猥亵了吧？怎么会有香蕉车啊？甩尾！哦呦！哎呦，有没有看到我这个过弯跟鬼一样？我们直接撞死他！来，超一个进入撞他！喂，不行不行不行！等一下啦，我们要先把这个方向盘给我调回来！哎呦哎呦！犯规犯规，重新重新，裁判不公平啊，重新啊，来我先走了我先走了，哇，各位什么都没看到，各位我慢慢来好不好，慢慢来。不是欸，我刚撞什么东西，我刚撞到一坨狗屎是不是，滚啊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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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哦，我这个甩尾还行啊，还行啊，真的真的还行，对不对对不对，还可以吧各位，撞死你这个。完了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各位不要看我这边耍白痴啊，这超级难控制的、啊，难到爆好不好？真是难到爆，皮戏啦，还不去死一死，还不去死一死，在这边干嘛、啊？去死一死啦，去死一死啊，烂车！碰撞碰撞，激烈的碰撞好不好？激烈的碰撞，来来来来，没事没事，慢他一个车身而已。我们还是看得到他的车尾灯的，不要放弃，千万不要放弃，好不好？不要放弃。我发现他都慢慢过弯了，我们学他好了。来，老人家的赛车比赛啊，今天是第20届的这个老人赛车运动比赛，好不好？大家慢慢开啊，安全为上啊，各位的安全要摆在第一个。哎呀，洗吧，完了完了，阿伯的车出事了，阿伯出事，阿伯。这次我们直接超进入，好不好？直接超进入。好欸，撞他、啊。好欸，可以可以，一个甩尾卡位，有没有看到啊？牛逼啊！直接填海，各位不要紧张啊，马上发挥我的实力，可以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他已经看不到我的车尾灯了。不行不行，各位，对不起呀、啊，犯规啊！他一直在撞人呐、啊，裁判，可以这样撞了又撞吗？不行吧？不要急，我们还有机会，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啊，先走一步的不一定是赢家，好不好？我们只要持续的努力，总有一天会追上人家脚步的、啊。直接撞他！对，有没有看到？他遭受我们强烈的撞击之后呢，我的车就翻了。去死啦，北七！跟我比赛车，你怎么不去吃狗屎啊？我可是藤原拓海耶！把他撞下去，把他撞下去！你给我下去哦！让他撞仙人掌！没有错！有没有看到各位？我用亲身的经历告诉了你们一个道理：只要你不间断的努力，永不放弃，总有一天你会超过你想超越的那个人。但是别忘了，在快要超过他的时候，记得踢他一脚，好不好？记得踢他一脚。太简单了，这个人不是我对手啊！我们换一张图啊，换成法夹湾好不好？森林法夹湾 ，Go！ 这次换了一台小黄车哦。这个小黄车是计程车在跟我比赛，是不是？妈，计程车就给我乖乖去开计程车啦！计程车来这边比什么赛？这计程车犯规啦哦，乱乱开耶！遵守交通规则好不好？这乱开一通，不行哎，不行哎！这次我们认真，真的，这次我们一定要认真，有没有？先卡他的位置，然后给他一个震撼教育啊！干完了，就这里有没有？就这里。卡他位置，计程车，裁判他犯规，我们要再一次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各位，坚持不懈才是赢家。走走走，我们超进路好不好？超进路，直接切西瓜切起来，西瓜好切，对，切切切切切切切西啊，切西瓜啦，闪边呐，拼了跟他拼了跟他拼了，各位跟他拼了，
不行啊，我车马力不够啊，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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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下去，洗吧！这台小黄真的是不要脸啊，一直在那边乱超车，乱超一通哎、欸！我靠，我撞死你啊！跟我比碰碰车是不是？回家给我反省好不好？回家反省，给你慢慢回家反省啊！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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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事，可以，可以，我们还有机会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啊，那台小黄是死了是不是？冲啊！哎呀，洗吧！这里抄近路，有没有看到？直接抄一个近路，哎、欸，抄到我自己去哪里都不知道。激烈的碰撞哦，这场非常非常激烈哦。有没有？哇，真是藤原拓海的技术跟水准啊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啊！哎，看你妈的，干你！今天我们要赌上我们的名声啊！如果赢不了这台小黄的话，我就把频道删了。妈的，真的不可能，好不好？不可能，我绝对干。这一场是真男人的对决啊，各位，去死啊！哎呀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把他逼到树旁边，干！怎么是我自己撞树？激烈的碰撞，像个男人一样。哎，去死一死！哎，去死一死！哎，可悲，可怜可怜，还跟我翻车。那我们是赢定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赢定了，真的，这轻轻松松啊！哎，太简单了，还没结束吗？真假的？不要啦！他是不是在我后面啊？他在我后面啊！太快了吧，太快了吧！哎、欸，要赢了，要赢了，要赢了！哎呦，黑色的车哦，黑色的车哦，看起来很强哦，给我下去啦！完了，怎么好像是我要下去了？没有没有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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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事我没事。前面的弯道决胜负啊，各位，就是这里，哎、欸，给我去死啊！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翻车了，有人翻车了，有人翻车了。我们现在只要一步一脚印，慢慢的来，慢慢来，千万不要慌，就可以稳定的拿下这场比赛了。真的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千万是不要给我掉下去哦，掉下去就死了哦。刹车，刹车，刹车，各位，我们开车过弯要非常非常谨慎啊，好不好？用我们的时速五公里，哎、欸，时速五公里，完美完美，我们这个过弯完美，真的可以登上世界纪录的甩尾排行了，好不好？各位有看到吗？我刚刚的时速高达五公里的精彩过弯，哇，惊为天人！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肯定做不出来，好不好？那技巧太高超了，真的不相信的人，有驾照的可以开着爸爸的车去试试看，保证你被后面的人打死啊！我们直接抄近路啊，各位抄近路。捷径给我抄起来，好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哎哎，滚呐、啊，哎、欸、不是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白痴哦、喔，这个人真是，这个人真是犯贱呢、欸，各位有看到那个回头，哎哎哎，哦，这难不成是近路？哎、欸、是哎、欸，这关好多抄近路可以抄哦、喔，好爽，好舒服，我们现在遥遥领先对手。20秒的距离啊！哎、欸，不是不是，怎么这么快上来了？白痴哦、喔，一直撞我！你妈妈，你妈妈很漂亮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耍贱招了，真的要耍贱招了！我又看到近路了，我又看到近路了！啊，傻逼东西，你就给我慢慢过那个发夹弯，我先走了。可以，直线飙起来。直线就是油门踩到底，好不好？小朋友才踩刹车。嗯？所以我刚刚是逆向吗？哇，这个人太快了吧！这个人真是天生的赛车手哎、欸。但是我有进度可以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。不行了，各位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太难了，这一关真的太难了。我都抄了三个进度了，还是赢不了他。搞个屁屁啊，搞个屁屁啊，搞个屁屁！可以哦，可以哦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行，不要撞了，不要！我希望他可以去死一死啊，真的，去死一死，拜托！不要撞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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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撞我！这边好难，这边好难！
太难了，太难了！这把有机会啊，这把有机会啊！但是我不能失误！完了！干你！不行，我如果跑不赢他，我就是小鸡鸡啊！不行啊，好不好？不行！我怎么可以当小鸡鸡嘞？对不对？好哎！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好不好？啊，有话，那个戏啦！很好，很好，我们拖到他的速度了，非常干！我已经掌握了这台车的所有性能啦，我就不信你这次跑得赢我，好不好？你跑赢我，我直接，没事。2000年以后。追上来了！哎呦，这个甩尾有点漂亮哦，转得非常非常好啊！小影影加油，小影影！最后一个弯！最后一个弯！有没有赢了吧？这次怎么样？没话说了吧？哈，好哎，别用三频道了。撞得好好，没事，我们继续走。看起来这一关对手也是轻轻松松啊，真的。还是刚那台小黄司机开得比较快，那真是吓死我，真的，差点我频道就不见了。跟我比撞车是吧？哈，跟我比撞车，直接让你后空翻三圈啊，好不好？后空翻三圈啊，再给我撞一次啊，喂！再给我去撞树，你妈撞得漂亮哦！好哦哦，溜了！现在我们并驾齐驱哦，并驾齐驱的时候怎么办？先撞再说。撞出！不行！我们要冷静点啊！就是这里，这里再一决胜负。有没有？他打滑，我也打滑啦！我还在打滑。完了！出事了！只能使出阴招了，各位，使出阴招！哎呦，可以，瞬间领先啊，各位，非常非常好，这游戏就是这么玩的。冲啊！我们冷静，对，刹车！好，看看，时速5公里的过弯又在线了，各位，传奇车手，时速5公里快速甩尾过弯，可以哦，这波甩得很好哦。就在这里再一个冲撞，降他的速度，再让他翻车，让他骑在我的车上，好色情的画面，尹选手使出了非常非常色情的战术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冲，现在我们一路领先，千万不要急，千万不要慌，好不好？每个转角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难关，要到了吗？到了，有没有？OK， 各位，那以后就请正式的叫我花莲秋名山车神，谢谢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款份 game 就玩到这边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频道。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